样的海钓你们一定没见过。现在呢是到了这个榕城这面的这个海边，然后在这看到了一个爷爷，不知道他在弄什么，咱过去看看去啊。你们看他这个海里面往外拽什么呢？你好，你在弄什么呢？钓鱼？这怎么放进去的那么老长啊？你是在往回收吗？这是什么怎么钓的？海钓就这样钓吗？那你个线放到哪儿了？啊，红的那个，飘的红的那个是吗？啊，你现在是往回收呢？哎，我看一看。哎，这有意思，第一次见，能钓着啥呀？这都是您钓的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刀鱼？我看一看。哦，这什么鱼？我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？这都是您钓的？您在这钓多长时间了？钓了也半天，钓了。钓了半天。啊，煎鱼啊，嘴溜尖叫煎鱼，不叫金鱼，煎鱼啊。哎呀，这我真第一次见，这有意思。这玩意怎么吃啊？包饺子。包饺子吃啊？不是，那不是鲅鱼饺子吗？你们这都是？这也行。这也行啊？都包饺子吃，就那炖着或炒着不行吗？也行。也行啊。哇，一会儿咱们看看大爷收网啊！我第一次见，我看能收上多少？这得收多长时间上来这网？半个钟头。那您放下去得放多长时间？不到俩小时。不到俩小时啊！放的时候也是一点点松这个线。嗯。看看这得收多长时间啊？那是使什么钓啊？一会儿咱上来好好研究研究，这有意思哎！哎哎，有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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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是这样的，这是这个签上面放的鱼线，放的鱼钩是吧？啊，就这么掉下来的，这一根一根的全是啊！哎，这好玩好玩。你看，这有鱼上来，煎鱼啊，这叫啊，嘴是煎的。你看，这是活的，这是活的，有意思。就这样挂着这个东西啊，你看下面，你们看，用这个小虾放下去钓它们是吧？啊，你看这一根绳上面有多少个这个钓钩？不到200个，150-160个啊，是使这个小虾当鱼饵，然后来钓这个鱼。最多的时候一网上来能钓上多少个？10个8个的啊。这好玩，这好玩。这鱼是不是一上来没多长时间就死了？这样收。哎呀，后面还有一条，还有一条，又看见一条。第一次见这样钓鱼的，好神奇啊！这是这么钓，这个就是棍儿啊，竹子是不是？竹子和那个泡沫什么的那个啥？只要能飘起来就行是吧？还有一条，又上来一条，你们看，又上一条。这个能放到海底下多少米深呀？到海水下，就在水瓶上是吧？啊，就是在水瓶上，然后它上来咬是吧？还有没有了？后面应该还有，我们貌似又看见了，又看到鱼了。那个红的那个是怎么上到那头的？啊，风刮过去的。啊，就风一刮就顺着风，它就一直飘过去了是吗？啊。那这面钓鱼就是想在哪钓在哪钓，没人管吗？啊，有的地方好像钓鱼都说不让随便钓的。那好，那换了个筐，还没漏完呢，我就想看看后面最后面那个红的到，就它那个红的到底长啥样。看，你们看，快到头了啊！我在这等了半天，然后上来了好几条。爷爷这边你看哈，一共弄了多少条？1、2、3、4、5、6条了，这都是。然后后面这还有一条，但是这条鱼好像有点，我的妈呀，怎么被咬成这样了呢？叫大鱼咬了，就它已经上钩之后被大鱼咬的是吗？啊，我的天哪，已经开膛破肚，剩半条，已经剩半条了，这个我的个娘嘞！啊，你们看，就剩这半条了，鸟亲的啊，是鸟吃的啊。
马上咱们就能看到那个圆圆的那怎么过去的了。我想知道，我就想知道那玩意儿是什么东西，长什么样儿。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啊！哇哇，就这个，哎，海浪也上来了，哎，就这个飘到最远处，然后把这些鱼钩带过去，做了一个帆，这是上面那个小圆白球给它让它飘着，有浮力的。有意思，有意思啊！就是都是您自己做的吧，爷爷？哎呀，太，这就这样的，有意思，做了一个帆，这是。对，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好玩，好玩。然后这将近200个钩钓上来几条鱼，鱼不多，那袋里头还有，袋子里面还有，这有意思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谢谢爷爷。就钓这么两条鱼，可以了，我都没见过，我都没见过。爷爷，我们走啦！没听着，爷爷在洗鱼呢。我们走啦！啊！